你看看全国各地各个大城市，从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广州，一线城市、二线城市都在提高社保的费用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招的人越来越少，但是拿的人越来越多。另外，如果你延迟退休，你社保缴费，你交了这么多年社保，拿不拿得回来？我今天帮大家算了笔账，根据2022年的人口普查，那中国男性的平均年龄73.64，女性的平均年龄是79.43，对不对？领取退休金的时间，那个平均年龄算，一个是60岁退休，一个是65岁退休。男性领取退休金的时间8.64年，女性领了多长时间？将近20年。这个男性领的不到9年时间。那么退休呢，如果你按照平均八千块的这个社会平均工资来算，你交了15年，按照8000块钱算，你一个月的退休金是1454，交了25年是2428，交了30年是2914，就是你交了30年的社保，你通货膨胀还没算，交了40年3886。如果你按照8000块的工资收入，你交了多少养老金呢？算给你看啊。那么交了总共社保一个月，你是如果工资是8000，一个月社保3012.8元，企业付2172，个人840，大概是这样的账。那养老金你交了多少？养老金交了1920元，记住这个数。我们就算两笔账，一笔账是最少的15年，对，另外一个是最长的40年。那你养老金你如果是交了15年，总共交了多少钱呢？一个月你交了1920块钱，15年下来交了34.6万，你付出去的养老金，其他的医保那些我不算，只算你的养老金。养老金你付了34.6，一直到去世你领了多少钱呢？按照十五年的标准，你领了15万，不到9年时间你领了15万，可是你交了将近三十五万，只领了15万，不到一半。女性养老金领了多少？33.9万，还差5万，对吧？你付出了34.6万，你领了33.9万，那就不到快多少，差不多，将近，差几千块钱。这女性基本上打平，男性一半都领不到，所以男性去交养老保险是愚蠢的，因为你拿一半都拿不回来。40年，按照他40年不到4000块的标准来算。40年你付出了多少？40年你付出了92.2万，将近100万。从你退休到你去世，领了多少钱？40万，那就一半都不到。92万，你付了92万，差多少？52万。女性的养老金拿了多少？90.6万，还是划不来，都划不来。所以你就算你全部都活到了平均年龄，你都拿不回来你交的费用。男人最吃亏，一半都拿不到。